咱再来看国民党新北市员被背炉的服务处，今仔早起吼，树林地检署所查，传出讲可能甲助理会有关系。目前哦，所查是在进行，检方买来约谈相关的人员。被背炉哦，位置是指空林街的服务处，早起是予地检署所查，现场的门拢关甲安安哦。被背炉是新北市五连败市议员，选区是伫是指金山够万里。我跟马鸿霞讲哦，这是牵涉到助理费，也唔过检方是表示讲无方便对外来说明。